发源于16世纪的英国，舞步轻快，节奏简单，节奏分明的踢踏声是基格舞曲的主要特征。舞蹈时会穿上踢踏舞鞋。爱尔兰流行的踢踏舞经常用基格舞曲伴奏。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黑术士体验独特的爱尔兰风格吧。首都在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对于犹太人、穆斯林和基督徒来说非常神圣，也是许多信徒一生必去的城市。犹太音乐用于宗教、宫廷和日常生活之中，并且使用许多乐器，比如羊角号、单簧管、拔，还有手鼓等等。这些乐器除了伴唱外，也可以用来独奏。克莱兹莫音乐起源于圣经时代的节庆仪式，目前更多是用在社交活动，特别是婚礼中演奏。克莱兹莫的乐团通常包含单簧管、小号、小提琴、手风琴、低频琴，还有歌手。克莱兹莫目前融入了西方流行音乐，特别是摇滚乐与爵士乐的一些元素，让克莱兹莫得以保存还有发扬光大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聆听黑术士演奏这首富有克莱兹莫风格的曲子吧。